6月21日，电影《功夫侠》在上海举行了定档发布会。作为暑期即将强档推出的影片之一，本片由基努·里维兹担纲监制，宁银、袁祥仁执导，陈虎、蒋梦婕、于晓彤等主演。影片围绕功夫少年陈平及其偶遇被绑架的外国小鬼而展开，一个武功高强，一个古灵精怪，两人尽管言语不通，但在与绑匪的斗智斗勇过程中却默契十足。凭借精湛的武功技艺，曾受邀给多名好莱坞明星担任功夫教头的陈虎，在拍摄电影《黑客帝国》期间，与基努·里维斯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。此次拍摄处女作，陈虎更是得到了这位爱徒的大力协助。这位先生主要是在表演上，然后对我的这个电影他也非常支持，也提供了很多的意见，很感谢他。据悉，《功夫侠》将于7月19日登陆全国各大院线，而功夫版小鬼当家的独特定位，有望让其在大片扎堆的暑期令人眼前一亮。